阿姨，你敢那为着这顿准备足侪物件的呢？这一定爱的啊！哦，恁爸爸哦，伊是啊千叮咛万交代，叫我一定爱煮一顿哦，真澎湃，搁青草的，互恁食到欢欢喜喜。阮爸的嘴足刁的，会当互伊交办这顿，伊一定对你的手艺足有信心的。进前阮爸开独孤来，号称五星级的总铺师。阿姨，你真正足够的呢，会当把阮爸的胃抓牢的。不怪人咧讲，唔免钱的上贵啊。咱好赶紧开始准备啊啦，啊那无哦，今日赶袂赴食饭的时间。对吼，我是来斗三工的，歹势啦阿姨，我伤过够的啊。我即马要做啥？阿伯，你来拣这硬菜啦，这硬菜真好拣，你就安尼，安尼就好啊哈，真简单。我先来洗手。啊，我看你真愧疚啦，阿姨，我真正足含慢的，我来甲你道歉哈。失礼失礼，阿姨失礼啊。我最近因为运动过度，脚头骨有淡薄受伤，才会无顺利去打着你。你有安怎无？不要紧啦，无代志啦。感谢是嘞。嗯。无代志就好。我感觉咱的八字无啥合嘞，我才要甲你斗三工，煞无顺利打着你的手。我看哦，这就是命中注定，咱袂是好本囝，勉强袂来。所以咱以后就相敬如宾就好啊。我本来嘛无认为讲你会遐尼紧就接受我啦。阁安怎讲？恁爸爸过去所熟悉查某，一个一个吼，拢比我较水，阁少年。你阁知影家己几扭蛋，予你一个赞。所以你认为恁爸爸结婚的对象，就准讲是参像我这个岁数的？也应该是一个集团的贵妇，不应该是伊身躯边的伙计，是吧？阿姨，你唔通误会哦，我嘛唔是气嫌你，你嘛知影啊，阮爸唔是迄种遮尔凊彩就行船的人，伊会介意你，一定代表你有真厉害的所在，也是手腕，值得我学习。反正恁爸爸即马伊所追求的幸福，是平凡的幸福。该安怎讲哦？我甲恁爸爸熟识，相处嘛得要二十年啊。阮拢真了解对方哦，心肝内是想要爱啥。阿姨，你的意思是，你予阮爸平凡的幸福，拄啊好会当拄你欠阮爸的钱哦。安尼阁真正是货真价实的以身相许呢。阿姨，我是公生笑的。啊，你是大人，应该袂跟我这个囡仔人计较啦。当然袂啦。我安怎讲，你嘛是恁爸爸上宝贝的查某囝。啊，不过万事拢有底线，若是达到底线，迄情形可能就无同款啦。阿姨，那安尼咱就先讲好，以后咱就是楚河汉界。我袂感谢你甲阮爸的感情，你嘛莫管我要创啥 ，OK？ 你好就好啦。我总算知影是安怎阮爸会选择甲阿姨做伙，因为阿姨真了解家己伫个世界的位置。只要守本分，我相信一定会当相安无事。好啊，我要来叫外送啊。坦白讲，伫个好好食的物件。甲厝内面食的拢差不多，我真正食甲足鲜嘞，真无简单。才出来，我叫外送阿姨，你袂生气吼？你欢喜就好啦。阿哥，我也是爱煮一寡物件，互恁爸爸食，因为哦，伊工嘴当好，外卖的物件吼较重咸啦，对工嘴无好。嗯，无问题。等你看，我是绝对袂让你好日子过。今天，你得好好叫人欺负的代志，千万唔通甲阿妈讲，卡变也烦恼。
那呢？真的被欺负？哇，这胖的呢？阿霞妈出来靠近。阿妈，你想怎啊？啊，你的病现在这歹看。问你啊，你什么代志问我？无啊，那有什么代志问嘛你？阿妈，你哪安尼问啊？佮讲无。林阿伯，伊传简讯，要甲你串口经，你佮想要骗我？阿妈，你莫生气啦，就是惊你烦恼，才无甲你讲的。你无甲我讲，我就袂烦恼哦。啊，等到尾啊，阿妈才知影，阿妈毋是更加艰苦。这可惜的董俊哦，嘛真嗨啦，竟然甲你串通是要骗我。阿妈，你莫怪阿伯啦，阿伯就是知影你搞超烦，啊，知影哦，这件代志了后，你就会困袂去。啊，所以就无甲你讲啊，阿阿妈，啊，阮是因为啊，足爱你的，所以才安尼嘛，莫生气啦。免使你啦，使到无用啦。讲，坦白讲，到底你害我是啥物代志？是爱哄欺负？啥话啊？因竟然安尼欺负你哦！你唔着坐足济水的？啊，有要紧无啦？细胞也是讲血管有去伤着无？有去病房检查无？那无阿妈怎个睇啦？哎，阿妈，等等，哎呦，你就是安尼紧张，所以我甲阿伯才唔敢甲你讲嘛。我甲你这个查某孙娘呢，我无紧张你，我要紧张上啊！你有，你是真是，都唔知天地几斤重呢？你他妈都叫水淹死，你知无啊？万一若是有啥物事较惨，害了你规个人拢无用去，你叫阿妈是要安怎啦哈？哦，阿妈无代志啊！你看我人好好啊，无代志啊，免去病院啊。阿妈啊，若是阁继续讲，我的面才会无用去啊。我巴肚枵。好啦。无代志就好啦，跟车。啊，这摆社会是安怎？而且竟然咧这粗残哈，还在关系着人命呢？等下安尼乌爸母乌爸来。阿妈，啊，非得阿爸嘛处理啊，伊嘛有教我回事的啊。哦，咱就卖计较啦。啊，你唔是有教我教讲哦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晴天啊，阿嬷会安尼甲你教，迄是因为阿嬷无希望讲你伫个成长的过程当中，因为别人的过错来为难你家己，吼，希望你会当更加有勇气去面对困难。啊，不过咱该有的原则、该有的底线嘛是拢爱有啊，啊，袂晓互安尼当作软棋啊，去在人欺负啦。好啦，阿嬷，啊，我拢已经大汉啦，你莫把我当作三岁囡仔啦，我会好好照顾我家己，好不好？都是阿嬷不好啦，假如讲恁爸恁妈若搁伫咧吼，伊一定好好保护你，袂让你，让遐囡仔甲你欺负啦。难怪阿妈无路用啦！哎呦，我都你写完这个稿子，怎样你变成你了？哎呦，妈，你莫哭啦！哎呦，我爸爸妈妈是有安怎啦？啊，我从来拢无感觉哦，我的厝内底有比别人较差呢，因为我有一个超人阿妈啊！阿妈，我有你哦，赢过所有的爸爸妈妈。谢校长，拜托你过来好好，我伫咧校长室等你，希望会当甲你讲之前告的代志。你若是无来，我会一直等，等到天光。
廖蒙姿。晴天，阿西啊，阿伯临时有代志要来处理，你替我跟阿妈讲一声好不？什么代志啊？就学校的代志啦。哦，好啊，那安尼阿伯你进去啊，阿西银纸我摕去烧，等下我跟阿妈讲一声。妈你啊。笑，你别用这种方法，我看我好丢条。无唔对，计划就是我拄只讲的安尼，你只要替我确定校长是来得的监视器角度，恁两个伫咧外口等，他的外信号就交市委做会冲入来，做外目击证人，知影无？好。你讲真正要安尼做，你若是要受你校长，我甲你斗三工就好啊。你是要安怎斗三工？找人去甲拍？然后跟我赶快好让自己告诉我，我阿弟就叫我的话去做，咱只要做一遍，把校长揪落台，我看迄个朱晴天以后，阁会当安怎摇摆？校长，你来啊，请你来。对啦，廖蒙姿啊，你讲校长，我知影我唔对啊，你刚袂当原谅我一遍，我保证我袂阁犯同款的错误啊！你把我的警告撤销，好不？我知影这个警告对你来讲影响是足大啦，不过既然你做唔到代志。原本就是应该受到处罚。你敢袂当家己警告，改做别个处罚？不管是劳动服还是扫厕所，我拢愿意，只要莫只我警告就好啦。不过我话拢已经讲出去啊，假使讲我若是招令世界，那安尼我就是做校长的，公信力伫倒。我再讲，我若是把你的警告撤销，那安尼对另外两个同学，毋是足无公平。莫甲因讲就好啊，偷偷把我的警告撤销就好啊嘛。那是何阮爸知影我予你记警告，一定会足生气，嘛会对我足失望的。廖蒙姿啊，一时的错误迄无算啥，做唔对代志煞唔愿意改，这才是一生中永远而且是上大的错误。假使讲即届驾驶你若是会当记起来，我相信以你的实力。未来一定会得到更大的成就啊！那是有这个警告，我连想要读的大学都无法度申请啊，还有什么成就？校长，我拜托你了，你原谅我一遍就好，把我的警告撤销好不？那么我跪下来向你回谢嘞啊！哎，不，你安尼是咧创啥？别安尼啦！校长，校长。你说啥？你搞歪手把棍！你妈的！你搞歪手把棍！救命！你想办呢？你这笨手，你今日就好好做这种代志。你有要紧无？无代志啊，吼，麦考。你误会啊，代志不是你想安尼啊，你别想去辩解啊，我拢看到啊，我一定要把这个代志报去，让大家知影你这个人是真面目。